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梗图网站。你们大家都有用过脸书或是 IG， 看到有一些留言，它上面有一些图，然后还有加一些文字。然后今天我刚好发现这个网站，顺便介绍给大家如何使用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请帮我在右下角按下订阅。我们准备开始喽。首先，我们到那个 Google 这边打，网页这边可以打梗图。好，第一个这边就有。那这个网址我会放在影片说明栏，或是你们自己打梗图就有了。它这边有很多梗图产生器的创作，网友也可以创作。然后我从这边找，看你要什么图案。看这个蝙蝠侠这个图，好像常常在脸书上面看到，对不对？最近机票有优惠，你加钱隔离，那个就是现在那个出国的梗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好。那如果要设计的话，这边有右边有一个懒人模式，这边把它点下去，然后这个你可以不用登录。哦，这个这一排上面这个横排就是这一个位置，那下面这一行就是这一个位置。哦，你这边可以打你要的梗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出国很，应该是说出国，你在出国啊，随便。对不对？机票超级便宜，这样子之类的。然后你比如说，这个打好了，它这边有一个，看到哪里？哦，它这边有一个产生并公开发生梗，就点下去，你可以把它下到电脑里，按这边下载，这边就掉到你电脑里，然后你看你要用在脸书啊，或是 IG 都可以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好。啊你可以看别人的创作，这边有很多人，这边很多创作，很多创作自己看，随便都可以。这边有一个猫的也蛮好玩的，看这边，孩子坐下来说一些故事，看这都很好玩。然后他这个也很有趣啊，加一些镭射光在上面，这样子。这个东西你们也可以把它下载，反正这个都是大家的，都可以分享来分享去，这边都可以选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下订阅。我们下次见。